大的招牌写着最好选择王宏威，上头还有蒋万安、王宏威跟侯友宜的合照。这里是侯友宜、王宏威位在台北市长春路的联合竞选总部，但现在被北市府认定属于违建，已经开罚。实际上，红威现场招牌是用铁架加设上去，宽度大约是跟人行道一样宽。冷气机掉下来的事情，我觉得其实对这种外挂的东西，本来就走到下面，我们觉得都会担心吧，那会特地。 挑比较骑楼里面走。民众心惊惊住，担心招牌掉下来。回顾2023年初，外观相当朴素。不过12月初就被民众检举，装上4层楼招牌，也被北市府认定违建。抽出后次之后，更贴上了大大的5号。他遭到检举之后，没有做任何的改变，但是他加了号码上去，所以他是明知故犯，知法犯法。 这不是一个小小的缺失哦，这是一个大大的违建。11/2012派员现场勘查，本处将依法裁罚。北市府回函检举民众，确实属于违规，已经裁罚。上头还有市长蒋万安等于自家人罚自家人，要求限期改善。但王宏威却这样说：“尽管处确实有开罚，我们现在呢就说要来做改善。” 那不过，因为他现在暂时还找不到工人，已经去缴交罚款。我不会像那个赖清德硬凹，可以打电话给我，我非常乐意帮你介绍工人，不要以拖再变。市府认定违建，因为找不到工人，只能先维持原状。不过，这理由是否能说服选民，恐怕很难说得过去。陈雪红、吴淑君台北报道。